好，那么您的画面我就先切过来一下咯。好，刚刚如果您的这个档案呢已经 OK 了，好，有下载过了，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你的影片在哪里呢？你要把它加进你的影片，就从右手边这里，你可以从右手边这边插入图片，插入声音，也可以插入影片。好，右手边这里，我们现在是影片，所以我从这边把它按一下，有没有插入影片？因为都有中文啊，所以你要找应该比较好找。好，现在呢，这个位置是在视讯里面的这里。好，如果你刚刚没有抠出来的话，它其实预设就在媒体柜里面的视讯这个里面。嗯，所以我们可以这里有那个就是那个 demo 的影片啊，这里也有一段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你也可以拿这个也没关系，就可以交进来了。交进来之后，你可以看一下下面这里。如果你的那个影片比较大一点的话，它可能会超过，有没有？会超过，你就用这个，这里有绿色的框框哈、哦，绿色框框，你可以去缩放一下。哎，你可以帮它缩放一下。那下面这个呢，就是它的时间轴，时间轴。好，所以我想，老师呢，您先把你的影片先把它抓进来，好不好？不管你以后是一段影片还是两段影片要接在一起都可以，还是一段影片要剪成好几段都没有关系。至少你先开了，我们刚才已经有开一个新的，你就从这边把你的影片先找到，找到之后，等一下我们来看该怎么做。好，我怎么知道这个影片有多长？你看时间轴是那么大，通常我会在这里先按一下，按这个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缩放适用于时间轴，也就是今天不管你的影片多长，最长就是熊给有大家到这里为止。你看我按一下哦，有没有最长就到这里，对不对？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判断说我的影片大概是多长，好，要找比较方便。好，那我先把画面还给您，您先找一下您的影片刚刚那个在哪边，把它按插入影片加进来。好，那我们继续下去哦。如果你的影片进来了，你可以先 play 看看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好，那么今天你 play 之后呢，这个时间轴就会跑出来了，这条，好不好？这条这时间轴就会跑出来。你可以从几个地方去看，第一个，声音最好辨识，有没有发现有声音的这个音波就会比较大一点？所以我可以很清楚知道，如果说今天我是这一段从这里开始到这里我是不要的话怎么办呢？你时间轴先拉到这边来，你看我们时间轴的左右两边有没有两个这个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按着往前拉，你看我往前拉有没有，这一段就被选起来了。假设这一段是不要的，当我选到一个范围之后，这里有没有一个叉叉，有看到了吗？你就把这一段拿掉，删除范围，有没有就被剪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相对的你移到后面来，就看你哪一个范围不要。好，我到这边往后拉，这一段我不要，我就把这边删掉，这样子就你不小心录到了就拿掉了。那这是第一段，如果你还有第二段第三段，你可以再继续增加进来。好，假设我这边还有第二段，OK， 第二段在这里。那你现在可以看到他们有没有这两段，啊，这两段有没有重叠一点点，对不对？那我可以把它叫它阿伯利巴卡巴库诶，这样这里是不是就不会挡到了？也就是说，当我这一段影片前面这段播完之后，会有一小段是什么空白的，再继续往下播。如果你不希望它有这样，就把它接在一起，它会像那个磁铁这样，会有个吸住。哎，吸住，所以第一段完了，再来就是播第二段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先不要讲太复杂的那种剪接，你就一般我们录影下来的，我简单的把不要的去掉，或者我多段的组合在一起，组合在一起。如果你都做好了，我们就可以从这边最后输出在这里，这个刚插入影片是这个哦，那最后输出是在这边，这里有一个输出影片。输出影片，它预设就是输出成 MP4 哈，所以你看一下，我滑过去你就看到了这个。
有没有输出为影片？这个的话，编辑你就不用买什么绘声绘影啊，或微粒导演，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。虽然它没有那么多的花俏功能啊，但是基本的剪接是没有问题的。我就从这边按一下，你可以选择有没有 MP4， 对不对？好，如果没有问题就直接出去，那这个就要一点点时间。好，它就慢慢的帮你把影片整个就结合起来。那处理的时间需要看老师，就是你的影片本身的长度，如果比较长的，处理的时间就比较久。哎，这个完全免费的，他就不会帮你加那个浮水印，哎，不会帮你加浮水印。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段软体 Adipresenter 这一段，我可能就先介绍，就是用剪接的这个部分给大家稍微了解一下，这样大家没问题 OK 的哈。那我们今天可能就只能先上到这边哦，好不好？ OK 哈，请问整个今天这样上下来有收获吗？好，我想真的就是老师稍微玩看看，真的你用过了，慢慢就能熟能生巧。也许我们讲了十项，可能你觉得哎一两项是我试着用的，这样直接回去用看看，好，就可以比较有经验，比较有经验之后，你速度慢慢就会越来越快。我也是。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上课都有提供售后服务。电话是、啊、老师问我电话，这样你就不好意思了，因为我上面都有写。来了，其实老师您在那个讲义的第一页上应该都可以找到。不会啦，开玩笑开玩笑，老师您不要介意哈，我在第一页都有。啊，那个快点哈，老师来，你这样。快点啊！所以我都平常不太敢接电话，就这样了。开玩笑了啊！您可以稍微再留一下，有问题的话，您看是透过 mail 或者是你要打电话给我，我们再就是在做讨论。因为其实说真的，老师你会遇到问题，不见得是我遇到的，所以你有问题的时候，可能我适当多学到一个，我的经验就比较丰富一点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了。